虽然说呢前面的比赛啊咱们没看到，但是无非就是这么小半局。第一局一上来可以看到啊，叶枫跟何俊两个人的比赛啊，因为今天晚上比赛呢是灰灰赢了这个老 K， 然后呢老 K 赢了叶枫，老 K 赢叶枫啊，干净利落啊，15-5，就相当于对吧，抢十不过五，抢十五刚刚到五，对吧？然后呢但是呢灰灰跟老 K 两个人打成了15-10，也就意味着这个灰灰啊现在还是暂时在老 K 回来之前呢有点占优啊，占优的。那这里面的话是叶枫 vs 何俊，两个人是抢十或者抢十二吧啊，我们不管说什么吧，反正是他俩的比赛应该是会很好看，因为何俊的人物除了有龙猴之外啊，对吧，再配合他的对手叶枫是一个马力的选手，因为八神和千鹤啊都常见，他俩都有八神，一个有千鹤，你像刚才你看实战当中还有马力的实战鬼步跳地，鬼步走过去重手接，好了，这是出现了一个小失误，下臂应该是下臂下 A 接正正腿的必杀，好，跳地接是妈了个蛋。这个组合他选的是龙猴八，龙猴八打这个打这个叶枫按理说是很占优势的。我跟大家伙分析一下，是这样的，很多人说那八神排到最后没有气儿怎么办，第一八神长气儿的能力很强，第二八神不对吧，八神不需要有气也会很牛逼，有的时候甚至是没有气的话还能一套晕，而有了气反而还不能一套晕，比如说必须要用鬼步重手前行手接葵花三式才可以实行的那种连招。当然打叶枫的话最主要的叶枫是马力，而八神克马力，很多人说小狼八神克马力，那所有人都选八神为什么还打不过叶枫呢啊，就是我说的是有很多人啊不包括灰灰在内，但是你要忘了八神一般都是冲头的，是吧，八神一般都是冲头的，而你八神每次都打到人马力1v3，那我不敢说，但是你不能说用八神来打这个马力，说你上来你把马力排头吧，所以说把龙二排头打八神，你能打就打，对吧，猴子排到第二位，而且龙二能给猴子多留一颗气，同样八神和猪也可以多留，但是这个话呢再绕回来，对吧，话你再绕回来，而这个叶枫呢这个主要还是啥，如果他要是那个啥不行那是真不行啊，那如果是面八的话那是真不行啊。好，升龙一根，回身一崩，前冲一挠，这里面两个人都没有指定头的情况下呢，其实猴子在投技上是占优势的啊。兄弟们，我跟大家伙说一下，不要小看猴子的 C 头，打菜鸟这个 C 头就相当于指定头，打高手 C 头呢，虽然说对吧，很多人会走过来，这个比如说你走过来，有人有这个意图，你拆不了头，但是可以第一时间反制，有可能还会骗。你想投技，万一这边突然的一个对吧虚晃或影跳，你可能会变成一个近 C。这个时候呢你也不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出前倾腿，反正总体来讲容易被晃，包括对吧，包括说这个普通头呢这招呢还得再摇，第一时间无法拆头，只有后面才能解开，但是呢如果别人摇得比你快也是可以打满的。但在这里啊我就觉得很难很难的一个点，就是他打叶枫或者打灰灰或者打河池，碰到这种千鹤排第二位，对吧，他把猴子排第二位的时候，你这种情况就没有一个特别难受的地方，对吧，就是你无法在空中转人四下，但人家可以抓住下盘两点借布阵把你打晕。好，这一局一上来马力就是白给，起身搓地板直接没有钻过对方的裤裆，而这一局八神呢明显就是开局打到好，然后马力没有血的时候不可防一波，起身打完波后前腿搓地的时候八神有后手准备的招式来应对你，所以说可以看到现在来叶枫啊，面八纸鹤超级马力变成了面八纸鹤水门，就是打何俊叶晕了，打何俊居然上大门了，我六个搓了，我就这尼玛是叶枫，这是叶枫还是叶小枫，就不是山寨吧兄弟们啊。好，祝词对吧，连个对吧，行侠仗义连个龙二都打不死，你还玩个屁呀，对吧，
这就是说，虽然说是面吧，但是呢也不至于那么惨啊。没，他这不是第一局了，刚才那局也是被秒的，好吧，刚才那局叶枫也是被秒啊。叶枫现在练大门了，我告诉你，叶枫的性格玩不了猪，你不要指我，跟你说，我宁愿相信何池玩猪，也不相信叶枫玩猪。就是他俩肯定是都玩过，也都玩的不错，但是玩不到顶尖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可以看到关键时刻还是一首千纸鹤救场。千纸鹤千颗心在梦里飞，哎，看看，哎，你他妈你怎么那么手咋那么粘呢？我就操，我是真服你用大门打人家，人家连那个谁都不怕啊，人家连那个老 K 都不怕，人家连那个秦红也不能说赢秦红或者赢老 K， 但人至少不怕，你选大门好像好使似的啊。当然这一局气儿多未必，气儿多的话是吧，有方式逆向一追，你看现在猴子血还占优，慢慢的你看啊，来下盘下盘，他这个不能轻易的刚 CD 再蹬一腿钉。叶枫说，虽然说我大门玩的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我打猴子会玩啊，我会打猴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飞翔脚偷下盘，忍一手，这一崩勉强头上浮出阴头，漂亮。你看我会打猴啊，对不对？当当，猴子依赖跳跃，人猴子跳得高，我跟你说，他有的人是怎么回事呢？有的人是在空中待的时间长，比如说老头，比如说红丸，但是呢，要不你就跳的时间长，要不你就跳的时间特别长，也很牛逼啊。你要长就不牛逼，你要是特别长，像雅典娜猴子，哎，他跳的特别长，在空中还有特殊技，比如说，对吧？猴子可以哦，叽叽叽，啊，雅典娜可以那个空中啊，这都挺厉害，而且雅典娜在空中还给出斜下轻腿啊，特殊技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刚才呢我这个奶呢就是告诉你，如果你及时收住奶的话呢是可以收住的，所以说这个毒奶呢是可控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以后我可以做专门的做这种生意的，对吧？这个毒奶是可控的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小葵两点，这八神玩得好，一 v 三是跑不了的，对不对？他刚换成巴赫门的呀。好的，双云兄弟们，双云啊，打猴的话，面对只有一颗气的猴，还不揍他，对不对？还不揍他，掏当小葵，飞翔脚，跳地过来一根，跳 A， 轻手过来落地掏，中前空中一抢，再来空防落地，好，反身位普通头。叶枫仗着自己会打猴啊，我感觉他就是仗着自己会打猴，对吧？波勒克，这个波勒克贼像巴克呢，直接打晕，这是最强连招之一啊。猴子最强连招其实不是那么花花胡哨的，什么连旋风必杀都要接的，没有那个必要。但是你想要把猴玩到爽，就是扎扎扎扎，哦，叽叽叽，噔噔啊，完事儿。大哥，你搁这干嘛呢？你骗啥呢？你搁那骗的啊？骗的跟真的似的啊！起皮的鸭子，搞起的鸭子。一手搞鸡的鸭子啊！好，捡起来，再一个捡，捡捡。哇！瞅你那个熊腮，你的鸭子。
那哥，你别再刷了，再刷给你整逼了都啊！感觉刷起来被羞辱了你啊！当当当当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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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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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S 君现在怎么的？叶枫不追回来了吗？而且叶枫现在这一局八神又赢了呀。这而且叶枫之前无论是赢小鸭还是赢那个谁，哎，何俊他确实那天输了啊，那天是输给何俊的一局，抢三输给了何俊。他是2-0领先，被第三局，而且还是被反三，然后第四局、第五局，就是各种干啊。好，我们看看现在叶枫是面对这个猴子啊。叶枫25-7大胜何俊，昨天呢？那我昨天没解说上啊，这事赖我了，兄弟们。25-7，好，这个不是刚开始第一时间并不是连招，他第二时间的时候叶枫没有防才对，直接打晕。好，下重手轻轻腿直接撩走。这个比赛兄弟们，这个比赛大概是强几的，有人知道吗？好，暴气过来，头上佛再跟，没有气儿大门啊，但是大门的压迫力还是有的。逆向一掏，忍两手，逆向一掏，再掏飞行脚踢杀，哎呀，但是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对，血量够，哎呀。也是绝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叶枫不如怎么排鹤马八，你无论他怎么排，你就鹤马八，你管他呢啊，对吧？你管他，你鹤马八就完事儿，有那个必要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我看看现在这局。其实对于这个，对吧？何俊来说了，龙二能赢八神，他这个站轻腿也能打晕，因为之前有电招，这回是把八神秒掉了。如果按照我的理解啊，就是千鹤首发，马力垫后，八神收尾，可以打呀。你随便你咋排呀？你随便你怎么排呀？我八神垫后打你猴子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你就是猴子跑到你猴子排到第二位，你也留一手八神，或者你留一手龙二打我，我无所谓啊。我千鹤首发不亏的，好吧？还是对自己的千鹤不自信啊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是吧？换成八鹤门变阵，就还是有想法。变阵就肯定还是有想法了啊，这都不用想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千鹤呢是以巨大的代价，终于是把龙二搞掉。但是你可以考虑到一件事儿，就是对于这个八神来说，上场没有气儿，能不能上来就把八神堵进角落，哐哐一顿打破防，然后晕。KO。 你太低调了啊。好，来看看这边的大门。来，这手大门啊，他这个任务很大，一个讨厌的八神是第一，第二呢，你打猴子，你说咋整？好，跳地接抓，
前跳后闪身一个阵，前前头上浮，一样，一个晃，空中一抢，再踢，哎呀，没踢着。那看这一局八神怎么说？能量闪身反跑，漂亮，可以直接丢了刚才。但是他不舍得啊，他这颗气儿太重要了。他觉得八神还好打点，但是这个猴子是真难打，没有一个气儿就无法反制了啊。没有气儿他无法反制，到时候真的是很难受的啊。一个崩，前前头上佛，再前前啊，哎呀，这个如果要是原地空防就好了，三连接必杀，马力不是那个大门换了吧，大门玩你个大头门，你以为你是 KY 门，还是你哪怕是合 Y 门也行啊，对吧，你这个大门撂吧，小巴赫马，巴赫马，哎，真犟这个人。那你就好好练大门啊，那你既然换大门了，我建议你换个大猪。他马力他不用啊，他上来用了两局马力，他打不过一何俊呢，上大门才赢两局好吧。他这两分是上了大门才赢的，前面0-2，然后被人家那个，对吧，那个被人八神打马力打不会了，就是他的马力打不过何俊的八神，懂我意思吧？不是打不过猴子啊，是打不过何俊的八神。你上马力他就选择龙猴八这个排位顺序，如果你选大门他就选择了龙八猴，反正总之就是猴打大门，你上马力我就是八神打马力。选大门输了有借口，输了讲道理，赢了吹牛逼呗。就是我峰哥不是这样人啊，我峰哥不是这样人。好，来看看。一顿晃，好，反扎一点，回马枪，跳 A 一抢，轻手再拉一丝血。这一局峰哥是奔着一零，但是没成啊。我这一个毒怎么了？我毒我怎么了？我好毒，我峰哥，峰哥，哎，峰哥，你有俩气儿，你血还比人多，峰哎。峰哥，我给你放首歌呀。峰哥，我给你放一首歌呀。啊，行不行？峰哥，你回家结婚去吧。峰哥，你结婚去吧。你要玩什么？对不对？结婚去吧啊。好，是1v3的局面，而且把猴子打的血量也差不多了。那我还能说什么呢，兄弟？哎，就是找个场子进场得了啊，找个场子进场得了。这还玩啥呢？你说这玩啊？咋玩啊？你说，对不对？你玩它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
用处它不大呀，对不对？下盘一点背包，好，重刺过来，下扣。你每次八神也不行，面八也不行，是这也不行，那是真的有点难受啊。哎，你这个生龙不养的，你好像是觉得好像你当何俊是傻子，我感觉啊，现在明显有点嘚了，有点啊。好，看看现在这一局，虽然说呢这个大门看似想要翻盘的牙子，但是能不能翻我们看着办。头上不落地震，前跳踢过来一个抓，可以，心理上有优势啊。对面猴子两颗气，你也有两颗气，虽然说你血量少，但是你可是大门呢。想一想，想一想，想一想自己是 K 白门，想一想，好吧。哎，对，拦他，拦上再捡，然后跳地，哎，逆向反身位。猴子反应速度是很快的，回身就跟那个战青手，其实有他自己的想。好，应该是没屎啊，这点血能够创造奇迹吗？我们看一下，忍住不要动，磨一下无所谓。出云头来了，来了一个能量，走头上，来准备好跳过来，头上一天，来头，来走，来逆向回身，十，哇操，找个班上吧，峰哥，峰哥找个班上吧啊，找个班上比啥都好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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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Round one,哎呀，这个你动也不动啊，你让我怎么转播呢，对吧？我感觉现在满场都是何俊的身影啊，满场都是何俊的身影，现在叶枫根本分不出哪个是何俊的真身 啊。哎呦，我就真是服了啊。好，嘴巴空中一响，一动不动，你让我怎么转播嘛？哎，你看他拿，他在底下拿个锤子给他吓唬，哎，他还拿把刀哎，他会扔出来插我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感觉叶枫被揪住了啊，这被打懵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被打的脑瓜子嗡嗡的。7-2啊，这你妈，八神不用了，八神都不用了，给叶枫的八赫马愣逼成了八赫门，把叶枫的八赫门愣逼成了赫门马。总体来讲就一句话，我八神不用了，我不会玩了。什么东北第一八神，扯牛指，我告诉你啊，变阵了，哎，万宁象棋之八卦阵，哎。
虎翼阵啊，鸟翔阵，那是服了啊，这明显是被打不会了，被打的脑瓜子嗡嗡的啊，咱也不知道啊，咱也不敢问，你说好，又是一 v 三，哎，又是一 v 三，你这么玩，这玛丽就现在叶枫一点信心没有。叶枫说这个玛丽怎么的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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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还是远飞，一个崩，能量闪失反抓，妈了个蛋，还好没有被。你妈了个蛋呢，我操。你打的可是龙二啊，你妈了个蛋呢，我真是服呢啊。好，能量闪身原地起跳，前跳过来一个点臂往前拉，大哥回家结婚去吧，回家结婚去吧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，不如咱就以猴攻猴怎么样，对吧，以猴攻猴好了，什么意思呢，就我也选猴，能量闪身啊，刚才那么好的机会，千鹤克龙二，但是你这你这哎呀，好，跳避过来，结果乱动被一个下重手直接打回去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弯弯弯，让我看着你双手，跟着我的节奏一起装节奏，没错。好，这一局看来有一点点希望啊。火燎蹄，攻防落地。后撩，前跳过来，朝天椒，空中一响，再来。逆向回身跳 CD 卡过来，这是角落很好的机会，哎，他不敢跳了，这能量闪身被晃之后可以来一个爆啊，后影片前跑一个阵，很多人说这个前跑是怎么个跑法，这个前跑不是正常的前跑啊，这个前跑是传说中的这个反摇前腿的里头，而且刚才那个不可防御波八神打起身之后，叶枫没有第一时间后跳，他如果第一时间后影片的话呢，是可以躲开他的连招的，波打完了之后一个大空发追过去，没有细节啊，他卡我爸刚才那个 bug 波是肯定是 bug 波啊，对吧， bug 那个发地波的，但是他没有搞清楚啊。好，一个崩打过来，噔噔噔噔，好，妈了个蛋，原地起跳臂直接粘钉，人家已经六连了，战臂，你战臂呀、啊、你嫁你妈了个，好，朝天灯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翻盘的号角，翻盘的号角，峰哥牛逼啊，峰哥牛逼，这个他那个架招不是，兄弟们我实话实说啊，就是这个架招呢，我不得不承认啊，有一定的机会能赌赢的，懂吧？
刚才咱那个支持荷兰二说暴打叶枫这个，我告诉你，安全玫瑰是不会出这个驾招的，安全玫瑰是不会出驾招的，安全玫瑰是会出战地的。他特意每次大俩峰哥说打这种没有指令头的人物，比如说千鹤，比如当然千鹤不能这么压，因为有升龙，比如说像这个没有强力升龙的，像罗伯特猴子，或者说像但凡选什么对吧，上方但凡选那种就是对吧，或者是升龙代价太大不敢轻易练的，比如说啊，当然还是没有指令头的人，比如说这个特瑞跑天津啊，这种红丸，这没有强力升龙或者说不敢升龙的这种人，基本上都是打安全玫瑰，你不可能会出那个反反腿的玫瑰，都是三四三四，反反腿是扯犊子啊，三四三四应该，或者说是，或者你可以选择，比如说我们说的是6-2-1 6-2-1-4然后三四，可以这么聊啊。好的，现在是3-8的比分，下盘两点祝贺升龙一根，下盘闪身过来，应该说一个鹤 V3， 我感觉不残血不会玩这个叶枫啊，峰哥典型是属于不残血不会玩那手了，是不是不会又被反三了吧，刚才就是八神一 V3 局面被反三，这回如果再被反三，那我只能说一句印度阿三对吧，我只能说一句莫非你是传说中久违了的印度阿三，我没说错吧。好，来看看大门出云头一个靠爆气，咋都死了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，这个游戏是不是有毒啊，我操，好，能不能再偷着个必杀，能再偷着个必杀一个崩，能再偷着个必杀就能翻盘就能反三一个崩，再来，哎呀，这个起身安全指令头啊，这个指令头没招了，差一点点就翻了，我甚至一度想让他翻盘啊，这也太那啥了呀，这都什么呀，这都是，好，连胜两局啊，并没有被气势所吓倒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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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好，飞身轻手助词，好，跳过来顶门一针再助词，哎呦，你走去吧，你那股骚劲儿，你走这么骚，你不走起来了，你这真是啊，何俊非常无耻，就是偷下盘接必杀，真尼玛无耻，他妈的，我操，人家正常玩游戏啊，下盘接必杀就无耻了，这什么逻辑啊，那你这说法，那照那个说法，那叶枫他妈的，那你叶枫千鹤一直发祝词不无耻，你这没有逻辑啊，咱不能无脑狂喷啊，对吧，人何俊这技术确实是好，这猴子咱该说不说，第一猴肯定是他，第一龙我不敢承认，因为呢包王虽然说不一定行，但是何池跟他啊
如果真掰掰手腕子，我不知道啊。我认为打那些高手肯定是何俊比何池厉害，但是真让他俩一v一龙二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见识过啊，我没见识过。啊，当然除了何池，也就是何俊了，啊，就是，而且也许何俊确实比何池厉害，尤其是在打老 K 和灰灰这种人的情况下，他确实比何俊比那个何池厉害。但是如果他俩一 v 一，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再就是那个猴子绝对是第一，而且何俊会对症下药，他打老 K 可以上大猪、龙猪，打叶枫可以上龙猴八神。而且他还会用千鹤，对吧？而且何俊还会用千鹤，这个确实是很厉害啊。好，前跳 Z 重手前倾手，再接魁三，小魁一点落地抓，好的，重手一手，再跟必杀一根，直接扣死啊，直接扣死。当当当当当，好，这一局毕竟是一个八神的神优势局啊。哎，你这个下重手就是明显是要刚 CD 的路子，但是叶枫的想法会非常多，能量闪身反身爆抓能接麻了个蛋，可以，然后再来给一半一根战力麻了个蛋，可以，再来角落压制逆向两板一个必杀，还能再接麻了个蛋，可以，漂亮。玛丽的魅力就在这儿啊，这个时候呢把人扔进角落里的这个千万不要接玫瑰啊，你接正腿抓回来还可以接麻了个蛋，而且其他人的话还可以接麻了个蛋落地接爆抓，或者麻了个蛋落地再接必杀，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连招。但是呢，对吧，毕竟呢玛丽嘛，你懂的啊，这个气儿呢也尤为重要啊，也不是那么好整的，所以说该节省的。哎，大哥，你要结婚了吗？我你要好好生活，要幸福和快乐。好，来看看现在大门。好，落地一个钉，捡起来逆向。哎呀，他重腿，他是不是自己都懵了？这个时候不要抱气，不要抱气，对，缓过来。对面也是有一手大门的啊，你看他大门也会用，看不看见？好，门门对决。噔噔噔噔噔，头上不落地战，出阴头落地一个扣，哎，反反手，呜、哦，先跳地，朝天，头上浮，再朝天连续的踢，重手一摸，再踢过来，好，下臂一脚踢死，哇！峰哥怎么说呢？变阵了之后吧，我觉得倒不是峰哥的变阵了之后人物有多厉害，变阵了之后吧，他可能觉得就是什么呢？反正也是这可能会输，干脆就放手一搏，想怎么玩怎么玩。但他这么一变呢，节奏给这个何俊给打乱了。他变成八猴门了之后呢，也不太好打，因为他大门也不是很好，甚至比叶枫还差一点。地狱极乐落，如果要是普通话不好，就是地狱极乐落啊。来，破防之后就要晕了，还有破防点，晕点消失，但是破防点还有。哎呀，没把握住，他应该一个前跳 C 拐，或者原地起跳空防，或者原地起跳跳 C。当然，我说的应该，只是我的想法。事实上不是那么好整。你看，6-8，马上就要追回来了。峰哥说：“我还没结婚呢啊。”峰哥说：“我还没结婚呢。”那天天让我结婚，结婚，结个表，结婚。
对吧？结婚，天天让我结婚，让我结婚，我结哪男的婚，对不对？太多的承诺，太多的难过。好。哎，未婚先有子，日本名，起个日本名字，一个叫未婚先有子，一个叫去心眼子，一个叫没穿裤子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各种一 v 三，打晕，爆气，你这不够装逼，爆气，跑过去站青腿，一个升龙，多帅啊！或者是直接一个拼奥利桑。林萨，哎，8-7了啊！这个比赛有激情啊！这个比赛，一个抢十，一个小小的抢十的比赛啊，满满的充满了爱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，地狱极乐落啊！这个用轻手的超必杀是非常好的，你要不用轻手的话会吃亏的啊！太多的难度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一局扯犊子了啊！这局这个千鹤一开局没压住，让人打了一个 perfect 啊！这还玩你个大头鬼呀玩啊！我跟谁玩去啊我？我是60帧吗？是60帧的呀！反抓一点，重手接兵，完了要97了，要97了！虽然说叶枫连胜5局，但是想一想刚才何俊连胜6局呢，对不对？你看他现在又开始扒鹤头了，好，角落看看能不能一下压死，有机会能一下压死。你前跳逆向一个勾，然后空防落地，前跳过来一拐，站轻腿落地重手，前轻手一个冰勾空落地，他想再打这个就不好整了，确实很难了啊。不是何俊的龙二不顶尖吗？我这里面咱们不考虑，很多人可能不喜欢何俊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，就是大伙说这个就没有意义了。但就技术来讲，我认为何俊的龙二就是顶尖龙二，他肯定不是世界排名第一，不敢吹这个牛逼，但是我认为是肯定是数一数二数三的。我就是，但是他这个八神仙鹤啊，还有大猪，还有大门，就一般化，普通一线。猴子绝对顶尖啊！不是谁，这个咱不黑啊，咱就是说我看到这一阵的时间，就我认为他应该是大概是这个路子，对吧？能理解我说的说法吧？一个暴气，老二说何俊的龙二是第一龙二，我认为啊，我也想这么认为，但是这个老二也有可能是谦虚，也有可能是这样的。如果真是一 v 一龙二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跟何俊打。啊，9-7了，兄弟们，也就是说叶枫必须要连胜3局。哎，又上八神了，又上八神了啊！他好像觉得自己要那个什么了，要换一波节奏了。好，下必杀闪身过来，反抓一点，回不来重手接小飞三。
好，下正手被崩。看看这一局八神，你看说何俊的八神一般，他妈的他一般是，关键是你在一般，你叶枫你打不过他怎么说啊，对吧？你这个所谓的这个一般啊，我就真逼了狗了。这个一般是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一个，这个一般我就是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一般，对吧？翻译翻译，一般就是一般，你就给我翻译翻译，什么他妈的叫一般，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一般啊。好，同样是仙鹤啊，这叶枫确实看出来了，同样是仙鹤的话，哎，叶枫还好点。好，一上来三连，但是没有钉，然后又来两连，没有钉啊，也没有什么太好的爆发。好的，角落压制，一会儿再破防就能打晕。前跳 CD 还有晕点，好，终于长了个技，这时候晕点没有了，但是呢还有破防点。猴子呢瞬间一个起飞，这个气儿真的是救命的气儿啊，没有这个气儿的话，猴子死老惨了，兄弟们，真的死了老惨了。好，下中手一撩，直接一手直杀。瞅你那个熊仔宁家子，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丢一巴了。但是想要三连胜何俊也并非那么容易，而且你上八神，明显八神不怎么好使啊。现在你还换不了了，怎么说？而且你现在还换不了了，这又太难了啊。劈杀过来，这个八神你要不撇了，就是我想说叶枫这个 S 级别里属于包括一线顶尖所有人都在算在内所谓的最菜八神呢。我想问一下啊，人家那个八神是八神啊，他那个八神是什么九神啊，不得不承认啊，千鹤还是稍微厉害一点，对吧？他这个八神确实有点微面了啊。好，这个千鹤强吗？啊，你这个千鹤，我怎么感觉我他妈？好，下盘踢过来，踢杀踢边，没有气儿，有气儿的话能量闪身啊。好。后后小跳一个阵，你这，可笑死我了！你玩的他妈是大本，你他妈结婚去吧，你结婚去吧。你这个大门。你这是大门啊。